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开悟这种事情又没有办法相视镜也不行。什么叫相视镜啊？有一班的同学啊，就是牛头班，牛头班呢、啊。这个牛头班呢、啊，教育局啊，常常啊来，哎，审核，常常来检查。这教育局啊，有一次啊，教育局来啊，要看看了、啊、这些牛头班呢、啊，哎，有没有进步？嗯，当时候就叫一个学生，你起来，啊，这学生就站起来了，看看有没有进步啊。哎，这个教育局长啊要来看看了、啊、哎，就问他啦，20+20多少？他就说45。45了哈。啊，这个教育局长，哎呀，搞什么东西呀、啊、20+20。哎，这样子这个教育、哦、很生气。他的老师啊，他的老师啊在旁边啊，哦，鼓掌。这个教育局长啊就说了，就问这个老师啊，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20+20他讲的45啊，这不对啊，你怎么鼓掌啊？他就跟报告局长，我上次问他20+20啊，他猜85，已经很近啦，不错啦，现在只有差5而已啦。哎呀，很近啦，可惜不是啦。你开悟就是这样，开悟就差0.1都不行。哎，所以一般都是猜的大概怎么样，大概怎么样。开悟不能这样，开悟就是见性，就是见性，开悟就是开悟，一点都不能马虎啊。